guys, also.让那个伊芙琳以为他有在控制他的意思。对啊。哦。其实上他没，他精神，他脑袋是正常的。嗯。也就是他这脑袋，他正常前就是反正。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我觉得你就是你知道，讲话上面必须要花太多时间，所以不如就 load the game 吧。哦。或 continue 都可以。好喂，欢迎收看我们今天大爷当家。我是旁白，那个，看我是什么、啊？新装巴瑞。那今天，没错，今天为大家游玩游戏的是我们这个冈山医生，好不好？那冈山医生，等一下要开始进行我们二零过期最后一个阶段了，应该是快破了，到底还有多久，我也不清楚。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办法在大年初一看到精彩大结局。听说这边破就。不用打架，不用打那个他们的儿子啊，他跑掉了。卢卡斯没有战斗状态，他跑掉了。好，剧情上好像是说他跑掉。好的，今天去这个高雄的新窟江，我已经非常确定那个字就是念窟了，由古至今大家都念错。对，我跟我朋友去那边晃了一晃，遇到了很多观众，还拍了一堆照，超尴尬的啦。我在捷运上面要搭车回家，就有一个妹妹突然走过来，请问你是卤蛋吗？妈一顿走过来看我，我差点就尿出来了。他说我是，哎，然后就跟他聊个天。我跟你说，去看电影啊，我最近最会看电影。没办法，我明天还有事，然后后天我就走了。再会了，我明天初二啊，回亲戚家。先弄一弄，然后后天就回家。一回家就好多工作，好爽。你可以继续。停在一个尴尬的地方。这里是哪里啊？我昨天拿到那个。哦，你拿到毒品了，你可以下去开那个毒门了。那捷运上面妹妹还说是她也很喜欢六摊跟鸟屎，希望我可以传达给他们两个，然后我就用 LINE 传给他们两个，说六摊鸟屎，我前面的有一位观众，他说他很喜欢你们两个，希望我可以传达给你们两个听，他们两个就收到，收到，是学长超收。好的，学长，你
先把门开了开开吧，上次你那个毒品开门的、啊。毒品开门现在比较首要，然后你还有一个缆线去开那个电梯这样子，其他都还好，就可以开嘛。这个要那个吧，你要有保险丝，你要从电梯进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是要重复跟大家强调，我现在真的是吓尿死。这种恐怖游戏，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玩的好像很好笑，然后觉得我们在做效果很综艺，干，我快气死，尿的快他妈抖出来了，还要被人家笑，真的是很难过。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尊重，好不好？到现在，真的，现在任何东西弹出来，我都会抓塞。你要听到怪声了，我会抓塞。哎呦呦呦！啊，抓出来啦！防御！哇，我看你要爆了！啊，别吃了，别吃了！哦，你是不是被吃掉了？哦，没有没有，你复活了。看，暂停一下吧。我去大便。啊，没有没有，算了算了，你继续吧。我差点抓出来了，恐怖哎！妈，真很恐怖哎！啊！下面那边，火药。这边可以用毒品开，好不好？那可能进去会再给你另外一个吧。罐子，真的。真的是希望大家给啊，对啊，真的希望大家多给我们一点尊重，我真的快吓死了。哎呦，你可以拿大屌枪了。那我回去上一楼。啊，然后这边还有哎，好多、哦，没了。大屌枪，我怕人家。我还是怕了，抱歉。我看到聊天室有很多大哥订阅了，可是我现在不是这么容易能够随时看到啊。PS 那件就是没有插件，我不知道，应该有吧？这是什么？这个也要那个吧？那边有药草。我今天啊，在那个逛街的时候，我遇到一个那个大哥，长得很像原住民，然后他说，他就问我能不能拍照，我说可以啊，真的可以吗？我差点回答，真的吗？其实是不行，你可以滚嘛。我因为你知道，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没品，所以我就跟他说可以，然后就拍了，然后拍了之后在离开的时候，他说晚上的话，他会订阅我，哎、欸，人类。恭维啊！好，先拿大屌枪好了。这里怎么阴森森的、啊？哎呦呦，小心哦！我觉得你附近有人。我已经走船长之人了。就在上面啊。三楼，我以后旁边有东西。
对啊，我一听到怪声欸，太恐怖了吧！解谜游戏就这样啊，你要先有一定，先知道流程，你才会知道，就才会快啊。啊，你们在流程，懂了吗？吹来吹去，真的。啊不，这有四小时破关的，破关的奖杯应该真的是可以四小时内破关吧？是啊，一代也有啊。这种通常就是四小时内过关都会给你大屌枪啊，其实。怎么这么恐怖啊？哎呦！我有枪，我不怕。我不怕，我现在有一把大屌枪 ，P19 机关枪。我觉得他在外面等你了，你门一开，他就会开始激战。他们真的是不会开门。谢谢，哎呦，谢谢 Fish 10078，感谢。死了吧！感觉大屌枪就是屌了。死了没？今天有没有刀子、啊？死了。哈卡条哎！直接贴在上面。外门哦。的，他想要跟这扇门生生不息。这是卡条了。怪声。哎呦！哇，你一个跳楼哎，好猛！你要下去啊？哦，那你现在有大屌枪，可是你其他东西都没有啊，你只有大屌枪而已啊。他就还要再用一个东西去开门。对啊，而且不是那个东西。下面，你有看到吗？下面，看那个下面，从旁边看，右边。干他一枪！再过去一点，过去一点啊！人要过去，这个应该打不到。我觉得弹刀会打到、欸。你换个小枪，可能就不会这么浪费。不行，弹掉了。我猜禁忌，麦爬。你要下去打吗？直接往上。那在正下方一直叫，超恐怖的。记录。不好意思啊，记录啊。记录，我在找另外一个腐蚀的，然后再去下面那个有个地方开门。没错。不过敌人大部分都清的差不多了，所以应该是没问题。你要大屌枪，我看是很稳了。比较耐打，我觉得是枪太烂的关系。枪攻击不能改太弱。不是啊，至少你有大屌枪啦，打那个快很多。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没去。那个餐厅那一条路还能不能进去？有看到吗？餐厅的正前方还有一格，那个不知道进不进得去。换大屌枪比较安心。这里哦，这个就是那个嘛，锁住的，那这边没有用，你可以离开了。就那个什么呕吐，哎，这边东西可以看的哦，看那个那坨黑黑的，好像东西可以捡，看到。没有了。复活了，跑掉了。你可以直接出去吧。
哦，在你后面。哦，在右边。哦哦哦！救命！死掉了。啊！救命！不过好处是他们不会。没错，然后。他们不是贝克一家。贝克一家会复活。而且可能这边就有路了。妙妙先生，耶！哎呦，哦，是大屌哥，大屌枪对大屌哥的时间到了。我觉得还是不要打比较好。真的，如果是你，我也不打。好、哦，啊！不要！来啊！碰按，你还没死吧？哎、欸，死了吧？死了吧？意外蛮强的，真的，时间点对就死了，好赚哦，好爽哦！哇，我看到一个奖杯要连在身上爆哎、欸，有点难哎、欸，看我的生命之音。生命之音，对，也是连在那个干枯能力，连在别人身上爆下去。对。这边好像抽花完了没了。还有哪边是需要那个？这个你下去右边就有一只哦，记得哦。不见了，来来，在那边，在那边。自由开火，还没死，还没死，开枪看看，死了、啊，哎呦，输油，没想到这是血量剩都剩这样，应该是我之前被我打到了几次了，哎呦，没想到这个游戏的那个生命值竟然是这样子连贯下去的，我也打一打就没了，一家，有人复活就，没错。抱歉。今年啊，算了，这个爆雷就不好了，先不讲。没事没事，倒是有一个比较好笑的，就是没想到我自己也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之前才讲过说，就是因为想说买东西给人家，就买了才发现原来他自己已经有了，非常尴尬，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乱买东西给人家。干，今天就发生了，就在刚刚，因为我们大爷有一个那个延长线，5年前我离开高雄的时候我就叫他换了，因为那东西看起来超危险，随时都会让他家就是烧起来，鸿运当头。我觉得不好，我叫他换。我一直到昨天来这边的时候，他都还是用那一个，快受不了。我刚来这边的路上，我就跑去那个叫什么顺发，顺便买了一组延长线。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送你。大爷才说啊，我昨天买了。然后是说他刚刚买了。尴尬时刻。还有还是有用啊。还是用得到啦。是，你知道略为尴尬。事实再度证明了，怎么样呢？绝对不要买东西送人。
讲话最实在了，是不是？觉得讲话实在了吗？反正抖那一百美，我看是没有什么反应啊，爆了，谢谢大家。加油加油，快了快了，只要这个那个解谜的部分能够再顺利一点就没事了。我在看在讲要不要把它拔回去，然后从旁边下去看看。可以啊，现在敌人不是几乎没有了，就算有你有大屌枪跟大炸弹了，应该是没什么差别吧。我已经没路了，上面好像也没东西了。哦，有多少尝试哦。要睡哦，你突然可以拔刀了哦！我现在看到刀我就受不了，很想拔一下。这样比较不会浪费子弹。没错。Can o kura e？ 流之の Can o kura！开这干嘛？没路啊！这不捷径而已嘛，还好吧。往哪里可以去？不是我听到声音。没有，那就是你后跟那个门他自己关起来的声音而已啊。你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进去游乐室，对不对？对啊。那你从电梯往上爬嘞？往上爬。电梯啊。再往上啊，现在就是这个门要开嘛，一直有水声，哎呦，干嘛？什么东西？哪里？被草吓到。好，所以虽然很好笑，可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被草吓到。草真的很可怕，草不可避。他们是长得晃过去长，看起来样子很像。真的，草不可避。是不是有一个老外在洗屏啊？这很低能，天哪！大年初一就 ban 人，可恶！没有没有，那个就不好说啊。我什么都看过了，所以就是有那种北七老外想洗屏。哎呦呦呦呦呦！去，射击自由开火，死了吧？还没，死了吧？可以，哦，熊熊，冲出来呢，有敌人就有路，这边附近看看哪边可以开门了，应该说开锁了，我要开锁啦！挪威的森林怎么唱啊？大家来起个头。不能上去。真的是卡关欸。让我将你心儿摘下，怎么唱啊？起个音啊！来，给个 key。
有会了，我又不会了，抱歉。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个锁要用在哪边吧，只要知道那个锁用在哪边，我就一切就通了。就是你的开锁工具啊，只要知道开锁工具用在哪边，一切就通了。提到地图上会有提示的，可是我刚现在没看到。对啊，我也没看到啊，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昨天忘记为什么了，然后就那个听到那个叫什么挪威的森林，我就开始爆唱。我今天搭 Uber 啊，超尴尬的、欸。对，就是一种类似计程车的那个付费交通工具。啊，因为他在台湾不违，对吧、啊？他在台湾违法，还有法案，所以弄的就是很多问题。然后我今天搭，然后搭的时候我在上面一直叮咚叮咚在打字跟人家聊天，然后那个司机就问我，不好意思，请问你在检举我吗？我超尴尬，因为现在那个 Uber 你就检举司机可以拿到很高额奖金的，可是那个 Uber 就是很比较便宜，所以我都会搭，我不会检举。可他这样问我，弄得我有点想检举他了。我都反真的，我看你是没有被检举过哦。我本来想问他，你知道怎么检举吗？我要检举啦！这个就是那个啊，你放那个最开始你放进来之后，你就从这边进来的啊。啊，你那个保险丝现在拿在身上啊，那一边没有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再开那个门了。卡关，卡关！访客休息室上面那个是什么？左下角那个访客休息室那两个是什么？那两个图案你有看到吗？一个是记录，一个是箱子哦。哎、欸，不然就每个地方能看都看一次啊。妈，真的是卡关！知道用硫酸破坏膜，问题我就没硫酸、啊。你要硫酸嘞、欸，大哥！给你看看我有没有硫酸？是不是？你觉得哪一个像硫酸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开锁工具，我觉得这个开锁工具打开就可以开出硫酸，它打不开啊！啊，还是你看那个画，有没有？就是这个了，就这个了，就这个了。你只要想办法把这个导出正确的图案，那个就会开，就过了。你先把门关起来，我觉得很恐怖。那、啊、你要开始转到对的。哦，你是不是要对，就是左右对称啊？绿在上，中间的绿要在上面。好，哦，开了，开了。好，碎啦，碎啦。注意啦！好了，我看接下来要出事了，小心一点。好，你有三品了，你可以去开门了。对了，一切谜题都解开了。我觉得要出事了。真的，我也觉得要出事了。我要挫赛啦！哇 ，Overwatch 真的影响了大家很多呢。我现在看到什么都会喊一下。嗯，致命七六。没有没有，我觉得原次影响大家太多了。我现在看到刀都想拔。那你现在重点就是看那个吧，先去开游乐室啊，先看地图，看要去哪边。你先进去嘛，先进去嘛。然后在这边看一下地图，在你要去哪边消耗你的那个硫酸品。我已经知道了。好 ，Go。就是这里啊，游乐室。在左上，在右上角。没有啊，就，不是那个走到底吗？这里啊。哦、OK，Go。不要出来哦。干我脚哦！我老鼠胆在这一次已经
被摧残的体无完肤了。应该死不会出来了。不知道。烟。关门。好办事。他们车是不会出来。哦，我要拿更多啦！有子弹不妙。有毒品不妙，还有草，还是这个早就该进来了，所以他这边放了很多物资，我们现在才进来。因为他有消毒炸弹，不要暴走啊！不要东西冲出来，什么都好。那目标是什么？前往拯救医生，用火药剂开门啊！火药剂开门，啊、你有火药剂吗？刚刚那就是啊。哪个？这是腐蚀药剂，就是这个啊。所以你要拿腐蚀药继续开门，那你要找到关起来的门。哦，看到了。曾经，谢谢。在三楼。哎呦，雪白明月照亮大地。谢谢，天天都是星期五，感谢。等着你伸出的臂。破碎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不该怎样？不该怎样？我不知道怎么唱啊。聊天室给个歌词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旁边帮你就是多嘴两句，这样你就有更多胆子去打架，对不对？有没有很感谢我？太感谢了。不客气。就是这里了。感觉到了。当时米娅被抛出去的地方，对吧？就觉得他说应该是中毒最深的、啊，真的、欸。为什么是贝克家族中毒程度会比较严重？我觉得其实程度好像差不多、欸，只是米娅那个吧，可能就是米娅没有受到太多的夸张的致命伤，
应该是因为那个贝克家族被医生操翻，所以才会发生一堆有没。他原本应该是因为那个米娅，那个女的是米娅男朋友吧，想把他当成家人啊，有可能吧，所以才没杀他吧。可是我想他之后应该会杀他吧。哦，也有可能，坏。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哦，我不该问。那那里？还吐，还吐，还吐！不该让你在战王室中提。看我！我错。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不能放哦！你放地上就等了，不是一样？你放他那个胯下，没事。死掉了！还蛮好笑的，意外的有喜感。我以为是脸呢，不能脸呢。他不是连心炸弹吗？可能有别的那个吧，别的方式吧。这是缆线对不对？把人又打了吧？没有吧？你要拿缆线下去那个吧？不，你现在转啊，转的时候刚刚就有出现过来，反正可以回收，先放一个。没错，友善。我已经无死角了，该去转了。无死角。哇，张三五十角，直接拿啦，拿啦，拿啦，拿，对啊，那你再回去那个叫什么电梯就结束了。回收。原来是我们张三五十角，失敬失敬。再下去。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让它慢。就我对这游戏了解，路程一定会有东西。没错，我已经感觉到了。所以我先走过。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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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唱啊？给个歌词啊，大哥。地上不是又有东西？哪里？我看他们说地上又有东西，然后是骗我的。可能是刚刚那个吧。刚刚你放乌石角的那个地图查一下，有东西，不要骗我。然后等下就看到没东西，就是我北西。哦，我看那个大哥一直洗很长一段哦，你死定了！我大哥一睡醒就砍人。遥控炸弹。哦，原来是遥控炸弹。就是个武器而已。当初以为可以炸什么道路。没有，我遥控炸弹，现在还蛮强的。是啊，特殊怪两发一个。我看最强的机枪是炸弹。没错。我觉得要出事了，小心。怪怪的。我的肚子怪怪的。可以了吧？再下一层，可以了吧？放放放，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或许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
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加一三，加一三。He's waiting。嗯，不妙，不妙。我看他的地形更不妙，我觉得他一定会出来。自由开火。所以，先摆。不妙。哦，前方有。黑影，右方右边，哦，你后面，没有，真的是不妙，大鸡巴，啊，水水水水水，哇，你看炸弹魔，真的，原来是甘叔啊。大鸡巴杀法，让我将心爱摘下，试着将防御。哇，你一个大屌枪连开，根本不管他。就是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吗？有会声，速度遥控炸弹一定有问题。先摆，不妙。来啊！来啊！都算计好了。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Kakatori， 不会是我们冈山医生说算就算，无死角。怎样？干嘛？我按到了。哎呦，按到补箱子，它会跟着爆哎、欸。没关系，你还是有很多，不怕。那网炸弹超人吗？我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遥控炸弹给我炸。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清新。什么事？用手炮就能搞定？真的哎！越白明月照在大地。是哦。没事。哎呦！死了吧！都死了。啊！我死了。我死了！我是用 C 波就能搞定。又来一只，我酷哥。没错，我用 C 波。推一点。你看不透。没事，对。我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诶。来啊！死透了吧！对，哦，哇！今天霹雳大爆射，爆！哈哈，是透你！小心，他会加自爆。没事，死了，碎，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什么东西用 C4 就能搞定？
对啊，就这边哑怕。怕别。我也没受伤啊。我不知道、欸，突然熊熊就想叫，而且有怪在附近，还是 bug。读取了不妙。不妙。关门。因为只有重播的音乐。我不要放炸弹哦、喔！哇，他是要给我来爆的吗？真的、欸，变直接变炸弹魔、欸，炸弹超恶。炸弹超要出新作了，好感动、啊。就是炸弹超的新作了。哦，原来炸弹超人被我们卡普空收购了。I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for me。哟，死小孩！医生，看无病。然后救出来时也看不到，真的。医生，医生，最神奇的地方来了，哪里？距离这最神奇的地方来了。老爹托梦给你。I know. I'm not gonna hurt you. Hey, I never would have if I could have helped it. What do you mean? I'm no killer, son. Neither is Marguerite, nor my boy Lucas. 洗白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死掉，托梦给你。That girl Evelyn, she did this. What the hell is she? Now what did she do to you? 哦，不行啊，老爸，我对你的印象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不要伤害你。That's what she calls it. 你可以看别的地方。I found a near busted out tank in the bayou. 一楼带个在那边带个。You never changed after that.So she infects you and she takes control? No. Not exactly, son. She just. This is the whole game's most fun place. Dream. You can't fight back. Really, it's a perfect ending. You are connected to her, and you can't resist the urge to.而且还完全讲清楚哎，连伏笔都不太埋。Oh, you're a different person. 所以说后半段这段太神奇，真是托梦哎。Listen, the girl just wants a family of her own. She's the key. All right, you find her, you stop her, Ethan.Free my family, please. 意外的还蛮温馨的，突然变得好爸爸。前面恐怖一波又来洗白了吗？真的，是不是？就跟我猜的那个剧情差不多。我复活了吗？我要复活啦！Don't hurt him, silly. I told you I'm not gonna hurt.Don't you dare. So what? You're not my mom. Remember? You're not my mommy. Are you? Ah, 老婆，水宝，水宝，你不要用狂暴女说人话了，拜托。被克老爸说了，真的。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大脚枪借我。You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and find her. Here, take this. 他给我1001耶。Wait,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Saving your life. 又被感染了。You need to go. I won't be able to resist for much longer. 他要狂暴女说人话。You're the villain. No, no, Mia, no.啊，血清到底还干嘛的？该准备一下身上了吧？我大屌枪！哇，你什么都没有，你就1001。你怎么打？靠，这关1001了，感化他。Okay, you bitch. What the fuck? 小贱人。你要现在激战小贱人。有钱吗？这个是安心信赖的小房间吗？我不知道。只有一个安全帽，我是你，我就把那个安全帽戴在头上。
没有大屌枪，我怕。好了，现在就下杠嘞。都是，那是你的错。来整理一下目前的剧情，我们冈山医生收到三年失踪三年音讯全无的老婆的来信，来到这个地方找他，然后找一找，发现他变成狂暴女兽人。啊？你说啊？哦，他就变成狂暴女兽人，然后一直在吓你，之后你就被贝克一家人抓去关了。那关一关之后，每个人就一直操你，操一操之后，好不容易你千金换骨，被贝克的女儿就是讲一堆屁话之后救出来，主角跟超人一样，手又断了，脚也断了，然后杀你杀我，来到了传说中的沉船，结果才发现原来米娅，一切都是米娅他们建造出来的，应该说制造出来的一个生化兵器，然后都是生化兵器的错，是不是？死去的人们还托梦给你，希望你阻止这一切。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了。现在已经来到后半段，看来我们就要寻找伊芙琳，插个红眼，找到他就可以结束这一切。应该是最后了，差不多了吧？已经换医生了。医生结束之后就破了吧。我已经又现在下杠了。你的杠呢？还有我的大屌枪 P19 呢？有枪好啊，真的会怕哎、欸。真的哎、欸。不过没有枪，通常不太放敌人啊，了不起放。又不用空拳咒，又不用空拳咒了。真的，你的霸气左掌嘞，一掌拍下去都死的差不多了吧？哦，怕、啊。你这样前进哦。真的。真的太恐怖了，不敢看。我怕那段意外的温馨，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前面黑的要命嘞。也是黑啊，就很恐怖啊，一直吓你，又 K 笑 K 笑的。哎呦，这是什么？是鱼。哦，鱼哦。或者是切下来的黑非洲大懒觉。可是现在主角基本上他没有一秒，他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注射什么东西的。对，就跟你说，这一代主角也是超人。可他现在能控制那个，我不直接给他造成伤害就好。嗯，不知道。就是八个。不过这在前期真的是蛮吓人的，吓人的东桥段很多。玩到后期呢，就是很恶灵古堡了，烧一弹哎、欸。死鱼。哇，自然拿二十。不能用吗？不一定啊，黑金刚可以用啊。还蛮恶心的哎、欸。就超人啊！他最开始给的压迫感高啦，但是五个狼一仗冲他一脚，但是没有枪啊。那个我觉得进到卢卡斯线之后就没有那个了，就不恐怖了。卢卡斯线有点，他有点像个多人剧玩法，他基本上没有，他基本上还保持他自己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吓人的桥段从卢卡斯线之后就少很多了。先说卢卡斯那个很像，我就觉得还好。什么叫说卢卡斯那个很像？就是他是吓人的桥段。啊，怎样？就有些人觉得那边很恐怖，有些人觉得很一般呐、啊。有道理。因为卢卡斯那边几乎没有什么突然跑出来吓人的桥段。他、啊、之后 DLC 有说会有那个、欸，会有就是卢卡斯虐待人家的那个桥段，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体验贝克一家还没有被感染之前所经历的恐怖。我有录音。对啊，我刚才看到，我吓死。这是什么？他们在那架直升机上看着我们吗？Alpha One, this is Bravo One. Do you read? This is Alpha One. Report. Did you find anything?A thorough search of the Baker property revealed zero survivors. Repeat, zero survivors. We did find evidence of a skirmish. Evelyn? Negative. However, we did find several encrypted messages from the Baker's son, Lucas, to an unknown third party. You can probably guess who that was. That's just great. We've had reports of the abandoned mine south of the property. I'm gonna go have a look.
Roger that. We'll meet you at those coordinates. If you encounter Evelyn, orders are shoot to kill. Repeat. Shoot to kill. Shoot to kill. You repeat. Shoot to kill. 都是这些麻烦组织要过来收拾人。好。Shoot to kill。哦，安心与信赖的大香香跟记录点，该准备一下身上所有道具，然后进行最终战了吧？我看就是最终战了。这是枪都帮你，这是投币吧？你要带古金币过来投。哇，米娅东西也跑瞬移在这箱子里了。哇，米娅人真好哎，是时候了，带上你的大鸟枪，来一场最终激战吧。所有东西都在箱子里耶。我跟你枪那么废就不用了。我觉得榴弹发射器蛮强的，要不要带？要看空间够不够啊。你刚不是还拿到一发烧夷弹吗？至少装进去。战的前戏，对，好刺激啊、哦！这会变恶灵古堡了吗？米娅子弹你都在这里，瑞真的伊娃，我有遥控炸弹，太多我根本塞不下了。Ready to work， 你要有六发的那个古金币，你要来打一打。那我只能投这个了，要投九发、啊。问题我没有九发，因为那个要找完才有。哦，投一投吧。这是麦哥用，麦哥然后靠这个解。我今天是换那个加弹药跟那個生命值。这样你也爽，我从来不用那个缺乏弹药的状态去打，真的该激战了，我要为我儿子报仇，我要帮贝克老爹报仇，虽然贝克老爹一开始把我吓得要死，我要为他报仇，我屌吃苹果耶大哥，等你吃完不急，我们等大爷吃个苹果好不好？怎样？
为什么要八八八八八？好帅哦！八小干。啊，不好意思啊，刚刚大爷讲的。到底还有没有？有啊。出发。真的耶，好有二零古堡的气氛哦。左上角转了一圈，我感觉到了。没有东西可以弄，超好笑。我看你整个再回去放了。我又再跑回去吃强效化学液体。哇，还有麦格农子弹一发哎，还有妙妙先生，我要拔刀啦！那你可是捡了这一发，你还是再跑回去放啊？我要。全四小时内全破或许会给。二零古堡的传统就是四小时内全破会给一个好东西，通常是无限弹的什么什么这样子。啊。画面意外的好笑，来了来了，没反应了，死掉了，炸弹太好用了，怎么用 C 锅就能搞定？还蛮好笑的，真的是不妙哎！嘿嘿嘿！去。也是蛮稳的啊，虽然不妙，可是蛮稳的。华丽的回避。没死。该换小枪了，我觉得他们快死了。哇，最后这一段很恶灵古堡，去，我没有炸到吧？应该有吧。您身上的空间不够。护身的东西没有太多这一等事，越多当然越好。如果是你，我就带七把了。七把，他就叫我七星枪雷恩。每开一把就换一把。
没错，不对，对上不同的敌人要用不同的武器。